如果宇宙有一种通用的语言，那一定是数学。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还拥有至高的美。手握数学这把钥匙，无数大门等待你的开启。物理是一座通天高塔，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接力了上千年。大到星系宇宙，小到亲子夸克，物理学最让我着迷的就是这种跨越了40个数量级的精彩。考古就是透古见人，重建古史。正是这些历史中的遗存，使我们成为了我们。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人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摆渡者、守护人。人是 something that you do， 而不是 something that you are。人生总有一刻会对自我与世界感到惊诧，哲学就是我们理性回应的终极选择。如果一定说北大精神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是去思想，去学会思想。文献典籍、现代语言、古今文学，它们所承载的汉语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股血脉，一支火炬。110年来，中文系以博雅精微的古典血统根续文脉，在风雷激荡的现代思想变革中，担纲文化重建与社会关怀。历史的长河沟通了过去和未来，浩如烟海的史籍里安放着个体的灵魂、民族的个性，也凝聚着千年里人们对天地悲欢的特有看法。自有文明以来，人类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对生命真谛的理解，人类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可以像今天这样清晰地看到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北大学医是在最好的地方度过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我们接触到的不只是医学，而是北大所有和医学相关的前沿交叉领域。汉姆霍兹曾说，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都是把自己变成力学，从翻山越海、飞行摘月到纳米科技、掌中乾坤，力学这个概念包容了很大的世界。在遥远的未知星系中，氢和氧如何第一次邂逅？在地球的混沌中，创造生命的那些化学反应如何发生？化学会告诉你，这一切皆有可能。